画面。那我们请范范还有我们的盛盛跟小翔看向正前方，哇，有很多哥哥叔叔在前方。好，我们让后面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画面。翔翔还有盛盛，好棒哦！好，好，来看着那个举手的，举手的，耶、yeah ！好，还有媒体朋友们要捕捉画面吗？捕捉我们范范还有我们双胞胎。来，我这里哦。好，好，来看着那边举手的那个哥哥，耶、yeah ！好。因为小朋友来左手边，是前方，前方正前方那个哥哥，耶耶，看看看看，好，那媒体朋友们捕捉好画面，我们先让双胞胎休息一下，那我们让那个我们的范范来进行读照，好，谢谢，三二一，好，好，来正前方，正前方。好，还有媒体朋友没有捕捉画面了吗？可以举个手。然后拍摄广告的过程很好玩，很好玩。然后但是跟小朋友反而不是最难的，是甚至跟想象都表现得非常好。是，然后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那个讲那个台词啦，要讲很多很多，可能是我拍过所有的广告里面讲过最多话的。最多，而且 NG 最多是NG 多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比较专业的名词，对名词，对，就是觉得要讲常常讲一讲就讲错了，是，然后就要再重来，就要再重来，所以就一直记得健康力是益唱名益身俱，对对对，是守护全家人的健康。